场非常精彩，今天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好好来锁定我们节目。没错，因为呢，我们邀请到有可能未来是我们的奥运金牌选手也来到我们现场。哦，对，还有我们的民俗技艺一个很厉害的表演的团体也来了，非常厉害。好吧，现在介绍我们的红队的同学。好。 红队是来自台北的兰雅国小的波拉棒球队，每个人手脚灵活，他们可是做好万全准备，对手可要小心哦。美丽4年级，美丽，你就是那个传说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叫美丽的那个啊，对，人家就是说，哎，美丽的妈妈，谁叫我？对，美丽，你是哪里的人呢？非洲。 非洲哪个国家呢？查德，出生就在台湾了。哇！那爸爸妈妈都是查德人。你们很会的一个民俗技艺就是叫什么？波拉棒。波拉棒是我只听过吉拿棒。对，不好意思，因为我比较不吃，比较会配的。对，比较。波拉棒好像有，就是好像是有2个棍子，然后把这个棒子嘛拨来拨去，对不对？对。他们今天也会带来很精彩的波拉棒的表演。欢迎你们来。 希望你们今天玩得开心。欢迎。好，紧接下来我们蓝队。蓝队是来自台北民生国小的巧布球校队，他们可是誓死要带走奖学金。究竟两校的校队谁能胜出呢？刚才我开导跟我讲，只要他们练的项目呢，只要奥运会只要有参加的话，一定的话我们都是拿金牌的。所以换句话说，他们练的是运动，但是奥运还没有这个项目。还没有这个项目，你们的项目就是巧布球。 巧布球，这个国际奥委会呢，赶快通过巧布球的比赛。嗯，因为我们中华队呢，80%应该都是拿冠军，超厉害的。等着你们拿金牌，世界杯就表现得很好，是不是？希望你今天玩得开心。好，到底谁今天可以获得我们8000元奖学金呢？马上进第一个关卡 ，Go！ 超级功夫拳游戏规则说明：2队同学与主持人进行超级功夫拳 PK， 全队累积拳数多的队伍获胜。 超级功夫拳要比比我们的功夫如何啦！现在我们的关主，哇塞 ，pose 很多，最近有练新功夫，他的range非常宽，从3拳到30拳都发生过。来，先礼后兵，打招呼一下下，请多多指教。我们来复习一下下，好的，虎拳、鹤拳。 我就又要 game 了，这是蛇嘛？对，蛇拳。好强！我觉得关主今天有点弱，没关系，加油好吗 ？OK。好，请放松，老师音乐请了。嘿，超级功夫拳呐！一拳，超级功夫拳呐！两拳，超级功夫拳呐！三拳，超级功夫拳呐！四拳。 都可以少于12拳，你讲到重点，对不对？我一个动作做5遍，对，总会等到他。而且我跟你说，我发现他有个 pose 超厉害，他的鹤拳超标准，做一下鹤拳，超直的哎！哇塞，你有在练武功对不对？有健康的膝盖。对，好，你一个人12拳，你也是破我们的记录了，好不好？很棒，来，谢谢，谢谢。待会可以拍张自拍照，放在我们动物村的电视台门口。12拳呢，好厉害啊！第二棒，加油！好。 来，第3棒，冠军你累了吗？我累了。哇，好棒哦，2棒就17拳哎，不累不累，我想送他们50拳。我懂我懂，你快要破纪录了。好 ，OK。老师音乐请了。17啊，天哪，破纪录了。嘿，超级功夫拳啊！哎呦，谢谢。让你比较没有玩到。第四棒，瑞奇，对不对？嘿，超级功夫拳呐，哈！18拳，超级功夫拳呐，哈！19拳，超级功夫拳呐，哈！20拳，超级功夫拳呐，哈！哈！20拳，不错不错，后面守的不错哦。呀，换美丽啦！美丽，加油！1月7秒。20了是不是？ 嘿，超级功夫拳呐，哈！21，超级功夫拳呐，哈！22，超级功夫拳呐，哈！23，超级功夫拳呐，哈！24，超级功夫拳呐，哈！25，我要看着他了。超级功夫拳呐，哈！哎，有用，看着就有用了。25拳。 25拳算是破，哎呦，你怎么那么高了？25拳算是破你记录了吗？应该有前3名了，对不对？你好像之前有曾经到30拳，应该有前3名。辛苦了，关注，加油加油！你们是蓝牙国小嘛？蓝牙国小，对对对。以后尽量不要经过那边。对对对对，经过他们就先绕道，会被笑，好不好？太可怕了！恭喜你们，那我们蓝队同学，到底蓝队可不可以突破25拳？是。蓝队同学有没有信心？ 有，先礼后兵一下，请多多指教。OK， 学妹们，加油啦！老师音乐 ，Go。哎，超级功夫拳呐，哈！1拳，超级功夫拳呐，哈哈哈！谢谢。好，第二棒，晨曦，加油啦 ，Go。哎，超级功夫拳呐，哈！2拳。 超级功夫拳呐，哈！3拳，超级功夫拳呐，哈！4拳，超级功夫拳呐，哈！5拳，超级功夫拳呐，哈！5拳，谢谢。第三棒，老师音乐 ，Go。嘿，超级功夫拳呐，哈！6拳，超级功夫拳呐，哈！哈！6拳，好可爱，平玉。 好，第4棒，把我当球，为什么？嘿，超级功夫拳呐，哈！7拳，超级功夫拳呐，哈！8拳，超级功夫拳呐，哈！9拳，超级功夫拳呐，哈！哈！9拳，谢谢。最后一棒，乔伊，老师音乐 ，Go。嘿，超级功夫拳呐，哈！10拳，超级功夫拳呐。 11，超级功夫拳呐！哈！11啊，谢谢。蓝队呢是11拳，红队呢是25拳。辛苦了，不会，很开心啊，来交朋友嘛，对不对？好，我们的红队同学环游世界 ，Go！ 环游世界，1、2、3 ，Go！ 看看红队到底去哪里？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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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能滚，很能滚！哎呦哎呦哎呦！是3哦，还是1？3点。3点。好，从7点开始出发，预备 ，Go！ 1、2、3，越南1400分。欢迎来到越南，要请你帮我拿一下这张图。好的。有没有看到哇？很特别的地方，对不对？感觉是个山谷，然后又有山顶，而且好像还有钟乳石的感觉。这个呢是在越南的广平省，它有个全世界最大的洞穴——山水洞。它洞内呢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哦，它甚至有森林啊，有湖泊，还有钟乳石等等，形成一个生态系，还暗藏了河流系统在里头。 一直到2009年呢，才正式被发现。而且你知道这里头啊，它巨大内部空间有多大吗？多大？它可以让飞机任意飞行，还可以塞下40层楼高的建筑物，里头面积甚至可以容纳整个纽约市的大小。你说这里面？所以超大，纽约市有多大吗？而且可以40层楼高，还可以飞机在那里飞行。你说这个洞里面有这么大？对，所以它等于是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就是一个世界在里面，一个城市在里面。对啊。OK， 恭喜你们获得1400分。恭喜。 马上进下一关卡 ，Go！ 超级双人舞游戏规则说明：每队各派出2人，合力拉直童军绳，将球夹起并放入终点的瓶子。率先放入3颗球的队伍获胜。超级双人舞，考验默契，没有默契，再一次，超级双人舞。哦，头会晕呢。好弱，我们两个。这是新的关卡，对不对？两个人要非常考验默契。嗯。透过一根绳子呢，要感受彼此的呼吸，对，彼此的脉搏、心跳，对不对？然后因为你那个绳子只要一松呢，我们球就掉下去了。而且他们一定要想说你要讲多久，他们绳子已经快拉断了。好，不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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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没？好了。三颗球到达目的地之后就按铃哦。OK， 请倒数。 加油！哇！哎呦呦呦！完成一颗！来，完成一颗！红队也完成一颗了。稳稳的，稳稳的。哇，难得是用夹的。两颗！加油！加油！加油！哇，难得是用。哦，恭喜！我觉得这位蓝队对于球。 非常的有概念，因为他们是巧固球的。对啊，他们可以把球玩在手上，怎么可能这个难倒他们？他们三颗球的过程中都没有任何的那个失误。对，然后因为速度太快，下到我们这边，他们球掉了，对，没有，差几丢。红队还在感受这个游戏的时候，这边就结束了，吓死我们了！哎呀，恭喜恭喜蓝队！请接下来换心理姐姐上场啦！好，我们红蓝两队都准备好了，心理姐姐也上场了。OK， 有没有信心？有。 OK， 老师，请倒数。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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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队都掉球了，两队都掉球了。蓝队这次的战术就是把球放在绳子上面了，不是用夹的了。你可能要高一点点。 高一点点，还是用夹的比较快哦。加油加油加油！对，很好很好。好，心理姐姐，加油 ！OK， 领先球喽。对，你要高一点，你要高一点，高一点。加油加油！好，加油加油！好，心理姐姐，他们第二颗要完成了。好，蓝队第一颗也完成了。高一点，高一点。心理姐姐加油！ 精彩了！我觉得这个松跟紧很难调度哎，对对对，因为我如果拉太紧，它要飞过来我这边了。对，我如果放太松，球就掉了。而且如果我们这边拉太紧的话，我们另外一位队员会想说，我们是不是会这么紧？会不会待会放松？所以他也要拉。对，对不对？给自己掌声。目前1比1战成平手。第三回合 ，Go。战绩报告：目前红蓝两队各领先1分，所以是平手。3战2胜，这一回合赢了就是赢了，有没有信心？有。国彦均，你拉太紧。嗯，我已经很松了。绳子放长一点。好 ，OK。好，准备好了没？好了。好了，老师请倒数。加紧，加紧，加油！ 我们刚刚这边都已经到这里了，可是不小心球掉下去了。恭喜蓝队获胜！环游世界！好，环游世界，1、2、3 ，Go！ 看看蓝队带我们去哪里？哎呦，整个越南哦！呦！第四还是一？4点。好，我们从越南出发。1、2、3、4。瑞典1200分。 来到瑞典，来给大家看一张图，你看哦。哦呦，这个呢是一座桥，有没有发现它这样走到这里，怎么到海底里头了？它被外星人偷走了吗？然后再出来又是到这里。这个呢就是我们瑞典非常有名的大桥，叫做松德海峡大桥。是它连接瑞典城市马尔摩和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是一条行车铁路两用的大桥。是，你们看，它从桥梁到人工岛，再接到海底隧道。从高空看来呢，就是像汽车开到人工岛之后，哎呦，消失了，从水面上消失。对，景观让人叹为观止，也是世界罕见的桥梁之一。哇，他们那边国家的建筑师非常有创意。这个如果远看的话，第一次来到这边会觉得就吓死我们，车子为什么往这里头开？车子全部往海里钻的感觉，什么都不见了。OK， 哇，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真的，6.1200分，恭喜！马上进下一关卡 ，Go！ 超级金头脑游戏规则说明：根据题目回答问题，答对题数多的队伍获胜。好，超级金头脑 ，OK， 来动动脑来学知识啦。是的，今天呢，我们有我们的大家最喜欢的实验题，有气球、梳子，还有我们铁尺，还有一些卫生纸。对，到底是什么题目呢？老师，请出题。 请问下列哪一种物体摩擦后能吸起卫生纸呢 ？A. 气球 ，B. 木梳子 ，C. 铁尺。哦，铁尺，请作答。是气球，还是梳子、木梳子，还是我们的铁尺呢？对，数到3，请翻答案板。1、2、3。红队是 A 气球，为什么觉得是 A 气球？因为气球比较容易会有摩擦力。 哦，比较容易有摩擦力。我们的蓝队答案也是 A， 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是梳子或是铁尺嘞？他之前在夏令营有听过，有做过这个实验。一队请一位同学出来好了，来，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实验好了，好不好？玉洁，欢迎玉洁在中间好啦。先从铁尺开始，好，用这个布摩擦30秒，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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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帮你扶着桌子，来，很用力哦，很用力，30秒哦。 10、9、8、7、6、5、4、3、2、1，铁尺变好亮！快起来！起来！起来！角度不对，角度不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再近一点，再近一点，再近。有没有可能？哎，没有。不行。所以不是铁尺。来木梳子。来。一样摩擦30秒。 加油！预备，哎，点，这给你拿，简单，这样比较。用力哦！用力，预备，开始。开始。哦哦。3、4。哦，这个可以这样去洗衣服哦。6、7、8、9、10。我觉得他累了。11、12。15秒。13。这是无氧运动哎。对。15。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了。好，来来来，快！哎，没有哎。所以真的是你们答案气球吗？ 30秒，好，好像在插神灯的感觉。好，预备，开始。3、4、5、6、7、8、9、10、11、12、13、14，好棒！棒！10、17、18、19、20，好，快点！哦，多吗？哎，好厉害哦！吸超多的哎，吸起来了！哦，所以答案是我们的 A 气球。 Penny 老师，大家好，我是 Penny。这个神奇的现象叫做静电。当我们摩擦气球时，气球上的电子会产生转移，因而产生静电。而这个过程我们也叫做摩擦起电。那当物品在摩擦过后，它如果得到了电子，它呈现的是负电；它如果失去电子，它其实呈现的是正电。那在一般绝缘体中，塑胶摩擦后，它其实是最容易产生静电的。 因此，你就会看到现在的现象喽。哦，所以是材质的问题。塑胶，所以你看，塑胶尺也可以。塑胶尺就可以。对，以前我们上课都这样搓一下啊，然后这样子吸人家的头发。哦，对对对。或者是电板也是塑胶，这样搓一下，然后吸人家头发。真的哈。所以是材质，所以你看尺，但是铁尺不行。铁尺又不行了，塑胶尺就可以。或者是我对你有感觉，哎，我们也会有静电。谢谢。恭喜两队都答对了。 接下来是我们知识题，老师请出题。在德国，如果养一只狗，你必须做什么事情呢 ？A. 送邻居礼物 ，B. 缴税 ，C. 帮狗找对象。哎呦，在德国养一只狗哦，送邻居礼物，应该是怕说狗狗会带来邻居有些吵杂，对，就是给它一个礼物，就是。 礼尚往来，然后缴税应该就是像人民一样，就是要缴税。帮狗找对象，可能怕狗会无聊、会孤单。好，答案是什么呢？请公布正解，1、2、3。你们的答案是？对，是 B 缴税。为什么觉得是缴税？因为用删去法。删去法送邻居领物，觉得不大可能。对。那帮狗找对象呢？感觉很奇怪。感觉很奇怪。OK， 这边答案也是缴税，为什么嘞？你因为养一只狗送邻居礼物，这不太可能。你养了一只狗，然后你就帮狗找对象，也不太可能。所以答案就剩下缴税。讲得很有条理，可是他的意思就是都不可能。对。 但是没有理由哎，而且如果答案真的就是 B 缴税的话，我们其他两个答案真的有点瞎。对，到底是为什么呢？公布正解，正解就是 B 缴税，恭喜答对！太聪明了，今天同学啊！所以德国养了狗之后呢，必须要缴税哦。那比如说保险啊，还有帮狗定期体检。是。那第一支税金呢，通常是100欧元，大概是台币3400元。是。但是如果你养的是具有攻击性或者是危险性比较高的狗的话，征收的税就更高，可以高到800欧元哦，相当于台币是27000元。嗯。那中大型的狗狗呢，还必须去上礼仪课。礼仪课。然后呢，要是其中有任何一项主人没有遵守的话，甚至是虐待弃养狗狗的话，罚款可以高达1万欧元，相当于台币35万元。他们也是希望说大家去养这只狗狗，不是因为3分钟热度，而且要负起责任呐、因为真的太多弃养的。好，第2题，老师请出题。到瑞士逛超市买鸡蛋，发现蛋上开头标示数字0，请问代表是 A 养鸡方式 ，B 鸡舍号码 ，C 生产日期。所以他们还会标示数字的意思就对啦。开头是0，这边有0，有没有？00000。好，它会印上去哦。它的 member 第一个字都是0，为什么呢？是养鸡方式，还是鸡舍号码，还是生产日期呢？数到3，请翻答案板。1、2、3。红队是 A 养鸡方式，为什么觉得是养鸡方式？因为生产日期不可能是0开头，很好。然后鸡舍号码的话，就感觉为什么还要特意写出来？ 哦，这边也是 A， 为什么呢？养鸡方式就是鸡舍号码不可能，鸡舍号码不太需要让别人知道。然后生产日期它可以写在盒子上面，不一定要写在蛋的上面。哦，所以就剩下 A 了。我觉得他以后可以去当律师哎。对他有一种说服人的方法，就是你会觉得对。但是你听完之后你发现他什么都没讲，而且听完发现也跟对方讲的一样，可是你就觉得特别有道理。哎，鸡舍号码首先呢，因为其实我觉得不太可能。对。那第二个就生产日期，我觉得应该也没有必要。对。对，那就是养鸡方式。没错。那为什么养鸡方式呢？待会解释。 好啦 ，OK， 我们来看公布正解是什么呢？答案就是 A 养鸡方式，恭喜答对，太厉害了。 这个瑞士呢有个最严格的养鸡标准呢，他们在1992年瑞士就立法保障鸡权，鸡也有权利哦。他们不仅禁止饲养格子笼鸡呢，对于动物福利与保护呢，瑞士也严格规定蛋品上必须要清楚的标示饲养的方式，并且有生产履历哦，可以追溯到我们出品的养鸡场。是第一个数字呢，就是代表如何养鸡啦，0代表有机饲养，1。 代表自由放养是2，代表大型的室内谷仓饲养，可是有数量的限制。3呢就代表笼养哦，所以这个0就代表有机饲养。对，哎，厉害喽哦，很棒哦，饲养方式，恭喜两位都答对啦。下一题，老师请出题。 请问蜥蜴出现营养不良时，靠什么方式补充养分 ？A. 晒太阳。哎呀。B. 吃掉自己的尾巴。哎呀。C. 挖洞冬眠。哎呀，都很有机会哦。晒太阳。晒太阳感觉就是会维他命 D， 吃掉自己的尾巴，他们会冬眠。挖洞冬眠就是不用动，所以就不用吃东西。是的。那我们讨论好认真哦。OK 了吗？都有共识了哈。好，数到3，请他拿满1、2、3。 红队是 A 晒太阳，为什么觉得是 A？ 因为呢，它如果要挖洞冬眠的话，是要冬天的时候。哦。然后它吃自己的尾巴，就像是在自杀的感觉。哦。而且吃自己的尾巴会痛啊。对呀。对呀。啊算了，哦，饱了啊。 你的好好，太痛了，真是的。对，啊，挖洞冬眠也不太可能。哎，这边答案是 A， 为什么嘞？因为挖洞冬眠不太可能，然后吃掉自己的尾巴，蜥蜴是在就是遇到危险的时候才会断尾逃生。哦，遇到危险的时候才会断尾逃生。所以那应该就是 A 了。可是快饿死也是危险的状况。可是他没有生命危险呀。哦，没有生命危险。他可能也可以靠晒太阳让自己恢复氧。恭喜你答对了。他是不是很有说服力？对，我感觉他有适合去打官司。真的，你真的很适合当律师，你真的很有说服力，而且条理清楚。而且我一个问题而已。哎，没有完，因为他在晒太阳。 好可爱哦！好，答案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就是 B， 吃掉自己的尾巴。这个很神奇。为什么你要吃自己的尾巴嘞？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蜥蜴哦。是啊。当蜥蜴的体内营养物质足够充足呢，那么体内多余的营养物质就会储存在自己的尾巴处。那一旦出现营养不良的时候，为了补充营养素啊，蜥蜴马上就会断掉自己的尾巴，并且将其吃掉。 但是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呢，蜥蜴断掉的尾巴没有被捕食者吃掉，那么这时候蜥蜴呢也会返回来，然后叼回自己的尾巴，然后把它吃掉。毕竟也是食物嘛。对，这是在最不得已的状况之下。对。OK， 恭喜两队都没有答对哦。OK， 第4题，老师请出题。葡萄牙的著名甜点葡式蛋挞，有着酥脆的层层外皮以及浓郁的内馅，请问它是由谁发明的呢？ A. 葡萄牙王妃 B. 修道院修女 C. 军队的统领。葡式蛋挞好好吃，好好吃啊！第一次想到说它是谁发明的，因为我们只想说哪一家好吃。对，王妃还是修女还是统领？澳门也很多葡萄牙式建筑，对不对？对，然后就是之前被葡萄牙殖民。数到3，请翻答案板。1、2、3。 红队是 A， 葡萄牙的王妃。为什么觉得是王妃？因为呢，它的甜点名字叫做开头是葡萄牙，有点冠名的感觉。这边答案也是 A， 也是葡萄牙王妃。为什么嘞？因为王妃地位就比较高嘛，然后就是比较闲，比较有这种空去做那个。啊，修女就是很虔诚的那种。 就是不太可能会去用，然后统领就是军队统领，就是因为不是要练习军队嘛，那就没有坚持那么高级。对，谁最闲？感觉王妃最闲。哦，没有这样的意思。搞不好是王妃后面的那个御厨帮他们发明之类，吃完以后他就很好，他就叫葡式蛋挞吧。没错没错没错。王妃为什么有男生的名字跟声音啊？答案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就是修道院修女。 想不到吧？你们知道吗？因为当时修道院的修士跟修女呢，他们会拿蛋白来替洗涤完的衣物上浆。哦，那为了不浪费剩下的蛋黄呢，他们就刚好拿它来做酥皮跟甜点。哦，然后最终心灵巧手的修女们就发明了这个小巧可爱的点心——葡式蛋挞。哦，所以葡式蛋挞是做家事做着做着。 世界名甜点就出来了，是做家事来的。对对 ，OK， 恭喜蓝队都没有答对。我们看看成绩哦，我们的蓝队答对了3题，红队也是3题。一起环游世界 ，Go！ 耶！好，一起环游世界，刚刚来到瑞典的1、2、3 ，Go！ 看看两队带我们去哪里？刚才在瑞典。3点还是2点呢？3，还有5点。5点。一起走。 1、2、3、4、5，英国1300分。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历史古迹，就是这个地方啦。这个呢是位在英国伦敦西方的巴斯城哦，它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历史古迹，就是罗马浴场。是，这个呢是罗马人在1000年前所建立的，更是英国唯一的 天然温泉，然后你在离开出口呢，有一个巴斯温泉水体验机，甚至你可以喝到1000年前令古罗马人着迷的泉水。恭喜你们获得1300分！恭喜！紧接下来是我们兰雅国小带来的波拉棒表演。嘿，兰雅国小带来的波拉棒表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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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帅！都不会掉哎，好厉害哦！它那有绳子绑在上面吗？怎么都不会掉？哇塞，好厉害啊！ 哦，平衡了，哇塞！哦，哇，这难度也太高了吧！哇，这个好忙碌啊！哇！下面要我们的下半身要平衡。哇，上半身又要多拿棒，很厉害。对。哇哦，哇，机关退场了。 哇，好可爱哦！耶！兰雅国小的波拉棒表演。哇！哇！Bravo！ 乾坤，也太精彩了吧！各位同学，他们手上有3根棒子，但是有一根就是不会掉哦。对，好厉害哦！感觉很轻松，可是呢，他们立下了很多的苦心。对，今天真的好好认识了波拉棒，谢谢我们兰雅国小同学，谢谢。马上进下一关卡 ，Go！ 天长甘霖游戏规则说明：每队连同主持人共3名，轮流进行接棒挑战，累积接到棒数多的队伍获胜。好，天长甘霖。是的，我们的蓝队第一棒先就位啦。听说很厉害。听说蛮厉害的。好 ，OK， 请倒数。 1、2、3、4，膝盖好好。5、6、7，打开打开。8、9。你感觉是个狠角色哦。你平常出门是不是都不会忘记带雨伞？ 而且他感觉在那里，我都觉得哎，好像有点站不大稳的感觉。哦、结果他9棒，而且他刚才是好像是膝盖是这样很放松的这样子。而且你刚蹲超低的哎。对，好厉害哦。请问有什么诀窍？就是掉下来接到就好了。你看他是不是很放松？我说有什么诀窍？不懂。很厉害，所以你最好记录也是9根，对不对？恭喜。哦，厉害哦。好，换我们的红队第一棒。Go。 红队第一棒也已经准备好了，老师请倒数。3、2、1， 哦！加油！哎呦，不错哦！加油！2、3、4、5。 练习，他说最多他只有到5根了。5根，对。比赛型选手，好不好？不错不错。厉害！直接换我们的蓝队第二棒。紧接下来是曾玉恩了，曾玉恩练习的时候最好成绩是8根。哇哟！比赛可能会紧张一点点啦，搞不好会更好哦。准备好了吗？好了哈。加油！请倒数。加油！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加油！不要紧张，手打开。1。 超帅的！3、4、5，你可以的。6、7、8、9，以后只要有球队来比赛的话。 这个再往下降10公分，而且我跟你讲，你知道你是给谁难堪吗？因为上一个记录者是郭彦均9棒，是，结果现在就被你打败10根，而且我在这边混9年了，纪录保持人诞生。而且我觉得他们同队的同学啊，很会鼓励，他们说腿打开，腿打开，打开，放轻松，做得很好，放轻松就好，腿打开。 放轻松就10根了。对，我等一下腿超开，你看到？谢谢你们。现在目前累计19根啦。好，接下来我们的红队同学。好，现在我们排除美丽了，美丽加油！准备好了吗？好了，叫！老师请倒数。加油！想近一点点。加油！加油！6杆，厉害了，美丽！我现在发现，你们红队的人呐，亲和多了，那边把这边搞得跟奥运一样了，太厉害了！现在换你们的心理姐姐了，你要换你呀，跟亲和的来啦。OK， 好，换我来。红队现在是12根，蓝队是19根，红队下一棒是我，所以彦均哥哥，你这个如果0根的话，都可能会赢。还是我这个关卡，我用听声音的。不要。你太小看我了，我觉得你要定给自己的那个门槛，对不对？你觉得是几根？我觉得我应该7根呐。7根，8根啊，8根可能有8根。8根。好，还是我分数放在红队好了。哇，那么大方。好，8根哦，老师请倒数。我这样可以吗？可以。差一点。慢慢来。1、2、3、4、5、6、7、8，10根太难了啦，太厉害了，10根，8根我都觉得已经有点骄傲了。对，所以你们现在27根呢？我们现在是27，那不就进到下一个关卡比较快？那看一下，看你会突破。因为我12根啊，我除非拿到15根，我才能平手。还是我们拿3副出来给你玩。3副你要更难玩，没关系，我们就是要比，好不好？游戏还是要go on。心理姐姐上，天降甘霖其实就跟人生一样，你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啰嗦啊！你记录是7根嘛？压力很大。准备好了吗？好了。哦，怎么好像白雪公主？我知道，就是有一边掉了，我就攻另外一边，至少可以攻到5根。或者说你第一根拿到的话，然后你就攻另外一边最少6根。好，好不好？那我第一根如果拿不到呢？那就边走边看喽。OK， 准备好了吗？好了。请倒数。3、2、1。我看不到这几根。碰到就有了，碰不到。1、2、3、4、5、6、7根了！哎呀，我也有今天啦！你破解这个游戏，我也有今天啦！所以就是50的机会，最少会有5根，然后另外2根就是随缘了。好厉害哦！哎，我搞成这样，我也才赢你1根而已，你7根啊！掌声！恭喜蓝队获胜，环游世界 ，Let's go！ 好，他们在英国，现在继续啦，1、2、3，Go！ 看看民生国小同学到门去哪里？哇，飞好远，超远，这也太远了。是1吗？OK， 法国1200分。欢迎来到法国。在法国的多尔多涅省呢，有个从石器时代遗留到现代的洞穴壁画。是。根据呢这个科学方法证实，这些图画是在15000年所完成的。内容呢包括各种动物啊，像是牛啊、马啊、熊啊等等的。是。上面除了用木炭呢涂抹出黑色之外，还利用彩色的土壤还有石头研磨调制的红色和黄色，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它呢就成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历史古迹。谢谢，恭喜你们获得1200分。马上进下一关卡，走。翻滚吧9宫格游戏规则说明：2队轮流进行翻杯挑战，挑战成功可放入9宫格中，最快连成一线的队伍获胜。翻滚吧9宫格，目前来报告一下下哦。现在蓝队呢是3700分，是；红队是2700分，2队只差1000分。换句话说，如果红队你们等一下赢的话，你们值得任何一个点，所有的分数都会超过1000分，你们就是赢的。换句话说，蓝队你们绝对不能输，因为如果输的话就拜拜了，好不好？好，8000块奖学金就是人家的，请问一下有没有信心？有，5战3胜哦，准备好了哦。好，老师请倒数。 3, 2, 1。 在这个地方太关键了，太关键了，这个，而且中间这个很高哎，互相领先，起码有10次以上，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很强，势均力敌，你来我往。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好，现在呢，目前红队1比0暂时领先啦。Round 2， 请倒数。3, 2, 1。 一次就上，对，很漂亮。我们原本是5战3胜加1比1战成平手，所以接下来变成3战2胜了。OK， 接下来换心灵姐姐上了吗？对。OK， 心灵姐姐上场。第3回合，请倒数。3, 2, 1。 红队不要那么高。 第一棒都来抓感觉，不要太高。换棒也要快一点哦，不要太高，不要太高。不要太高。结果飞出去了，对不对？差一点点，没有关系。这棒上来的同学都还在抓感觉，对，下一回会更快。没错，现在目前呢，蓝队2比1暂时领先，恭喜。Round 4，老师请倒数。 3, 2, 1。心凌姐姐，不要那么高，拍低一点，低一点，不要那么高。no， 不行，手不要去扶他。蓝队已经3胜了，恭喜我们蓝队同学。 实力来说真的很高，后面2个他们就是极其不错。对，不过今天呢，真的2队带给我们非常精彩的表演，没错，真的要谢谢他们。来，谢谢你们，来一起来前面。对啦，好啦，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跟超级总动员一起来抢先看我们第30部的《蜡笔小新》剧场版。对，今天的剧场版呢，以忍者为主题，我们可以呢第一次看到身穿忍者服的小新哦，所以今年的暑假千万不要错过哦。没错。 OK，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恭喜蓝队的高分，下周同时聚上我们的超级总动员，拜拜，恭喜蓝队同学。那一天，小新出生了。小新是我们的孩子。你说不是？我是忍者。忍术，霹雳分身忍术。 在小新出生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神秘的真相呢？